12月22号12时37分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，以一箭五星的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。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八号的首次飞行任务。据介绍，在太阳同步轨道上，对于三吨级以上到五吨级左右，缺少一型号合适的火箭进行发射。长征八号火箭能力到五吨级左右，去掉两个助推器，能力到三吨级，恰好可以填补这个能力区间。这个卫星的载荷的发展趋势呢，就是它的重量不是很重，但是天线很大，它个儿很大。我运载能力有，但是我整个倒装不下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不太适应。就是这个，比方说我可以打七吨，我三吨我可以两个一起打，但是它装不下，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没有一型合适的火箭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的这个面试将填补在这个领域的一个空白。据悉，首飞火箭突破和应用了一批关键技术，实现了包括基于模块组合的快速集成设计技术、发动机节流应用技术等重要的技术项目。其中，长征八号火箭是中国首个研制中未开展全舰模态试验的中大型火箭。通过长征八号的研制探索，将为后续其他大型重型火箭的模态综合技术奠定基础，大幅缩短研制周期，降低研制费用。我们这次采用了模态综合的是仿真技术加局部的试验，或者借鉴利用别人的过去试验的数据来进行模态综合。这个数据这个获取，这个技术的获取，为未来重型火箭，因为重型火箭它十米直径还要捆绑助推，这样的话它这个试验规模非常大，试验设施的建设也很大，那么采用这种子级模块模态综合的办法，就可以为未来这个重型火箭积累一些经验，或者积累一些方法。长征八号火箭在飞行中对液态火箭发动机进行节流控制，这在中国运载火箭中是首次工程应用，这也提升了运载火箭任务适应性，推进了运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的发展。发动机节流技术，就刚才说了，过大风区我要收油门，这个技术，那就为未来我们的返回这个实验，为返回这种火箭提供这个，也是提供了一些技术吧，就是我们通过这次的应用积累的一些经验，为他们提供一些一些方法。谈及未来应用方向，肖云表示，长征八号火箭可以完成低中高轨道甚至深空探测等多种任务，可以以一箭一星、一箭多星的形式进行发射，可以承担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组网发射、各类卫星发射等任务，可以实现这个多星发射，比方说几百公斤的，我可以一下可以打几十个，这样的话就是便于它多星呢，一般都是组网的，它在天上在不同的轨道面，每个轨道面有多少个卫星，它进行组网要求，这样的话这型火箭特别适合于这样的载荷的发射。长征八号遥一火箭首飞为一箭五星发射任务，轨道高度为512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。